哎，我记得这个不能。对啊，两边就是很吃力啊，还是叫大家来 YouTube 看好。习惯就是，如果要看我玩电动，那就是来 YouTube。呜呼！这刚好就是一个教学。部长会运动吗？我会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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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脸书应该这边还好对不对？YouTube 这边应该还好对不对？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办。对，这个游戏要专注。Oh, let's go！ 哎呀！没用到，可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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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Bang！ 好，我们就先完，我们先完成左边这绕好了。先要去按吗？我忘记是不是要去按了，管他的，因为我这个，我先跟我讲好了，就是。超人这个是大概是很经典的一个马里奥游戏，然后喂，拿起来，这边这离开吗？可以，那这一款就真的是超级经典，算是集大成吧。就是未来的很多马里奥游戏其实都是大概就是在参照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但是很多也当然就是第三集创造出来的一个路线啊，就是这种闯世界啊，来存一下，这个模拟器好处就是可以这样子可以存档，好，我们就往右边走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来找我们的耀西了，危险！哎，耀西，耀西，给他吃。哦呦，他可以吐火。啊！哎呦！不要跑！没踩到。所以他不能吃那个。我去！啊，算了，我不要上去好了，我就过我的，我来吃这个小东西。嘿，阿木。为什么要叫部长？因为我是丹尼表姐的拍片部部长啊。你不是之前之前你应该我应该有讲过才对啊。呜，全吃。呜，我们要吃这个。这个可以揍下来。吃不了它。呜呦，赶快上去。好。真假啊，这是又没踩到加分。我是发现就是玩复古游戏比较多人看是怎样。好，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玩，就是偶尔我们就来玩一玩复古游戏吧，因为复古游戏的收视率都好像还不错。
等一下可以喷火啦。看一下，噔噔噔噔，这就没有办法跑了。没有办法在空中再继续踩。哦呦，哦呦，哎呦喂，哎呦，拿一下金币好了。棒球现在目前没有虽然说我之前是有玩啦，之前那款游戏我有玩过，2014还2015我有玩。这次我来挑战30。嘟嘟嘟嘟嘟嘟哦，耶！继续还有游戏，嘿嘿。哇，现在蛮补的哦。这个会吃掉。哦呦！啊，吃不到算了，不想那个金币就算了。我去！好险好险，踩不死。哦呦！肥 ，Go Go Go！ 快速过关，哎，没有踩到。谢谢 Link 的订阅，哇，今天人很多哎，44位，大家好啊！哦，是打王了，第一个小王。哇，游戏不能带进去。对，这是用电脑玩的。好，要来爬了。嘟嘟嘟，可以揍哎！呜呜呜！呜，算了，应该也不用拿了。一下，哦，小心小心。我以前啊玩超级玛丽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怕那个鬼的，它里面那个鬼真的很恐怖。我还记得就是要不看它才会不动这样。等一下应该可能也会出现，我去。前面状况，对对对，等一下，不是，就是以前小时候玩的时候啊，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哦呦喂，哇，马上，不会怕。下去。这，我不要告诉你我住哪呢嘛？哪有人直接就问人家住哪了？住台湾。Thank you。哎，拆房子。
过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第一关了。